通胀太高了，我就是一个小虾米。啊，你小虾米啊？小虾米，你需要一个炒米粉吗？是不是？过去的。高兴今天来，参加你们的演戏的练习。我期待4月28号看你们正式的表演，所以祝你们加油加油！谢谢。谢谢。为了成功演出，谢谢。谢谢。所以我们大家是不是要非常开心？我非常欢迎我们的个人，好吗？好。